这边对我的创作影响是让我比较真正的贴近土地的那个身体的感觉，然后你真的开始会去思考人生，包括人这个动物价值观，哦，很大的影响哦。那个是你在一个都市的环境里面，你没有办法体会的。你是完全好像依照大自然的方式在生活，就这棵树怎么生活了，你就怎么生活。然后我发现这个东西有影响到我的创作，就让我更深的去看那种社会议题的发展，就是比较不会纯粹只是批判而已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后面有太多的价值观的问题。然后很多的东西，我是在进来到这边过这样的生活之后，自己用身体去体会想通的。可能是什么契机，然后让你就是想要往就是说走音乐这样子的路线，这样。它真的是完全无心插柳，是真的是有那一家，但我玩团很早就玩了，我从16岁就开始玩团。对，就是什么什么团，就一直都在玩音乐，然后一直都在看表演，一直都在去参加音乐季。我是这样一路长大的，只是因为就是一路这样子，从上班族，然后跳到咖啡店，然后我在咖啡店那时候，我是卖公平贸易。我其实从那家咖啡店，我开始接触农业的议题，然后我一开店，我就认识杨如门，从那时候开始理解农业的问题，然后从那个观点开始在思考我的家乡，我的故乡。因为都是农村，都是农业，对。然后我就开始写歌了。结果我开始一写歌就是跟社会有关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很想要写情歌，没有很想要做其他的东西。可是我一想写，我就是想要有一个很大的能量，很想要去表达对一些社会或者价值观的看法。然后我就开始创作，然后创作之后就觉得，哎，好像要来一个团。然后就对，农村农民就出现了这样。无正义就无和平，无和平。无正义就无和平，无和平。无正义就无和平，无正义就无和平。从来没有进去过环评会里面，因为一般人基本上进不去的，就只有记者跟里面的参与会的。然后进了我就很紧张，那你真的很紧张，而且我很害怕。从来没有人带了一把吉他，然后走进去环保署，那对，然后还发给一个证件给我。然后警察问我说：“你要来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我要参加环评。”啊，干嘛带这个？是什么？我说：“吉他。”就这样进去，然后就很紧张，因为。登记发言、啊、然后照顺序，他们里面有一些规则嘛，对，然后就在那边等，然后全身都在发抖、欸，我是真的很害怕。我的故乡为了这片土地写了一首八海豚的儿歌，那我送给我的故乡彰化，送给这块土地，他送给各位专家的学者，也送给未来的孩子们。时间超过太多了，浪费时间。请你尊重我，身为一个歌手的专业。三分钟时间限制，讲得很清楚。我当下很生气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并不是因为，因为这个议题或什么，我纯粹只是因为我瞧不起你这个人。你现在当下对我这个举动，我觉得你打从心里你瞧不起我这个唱歌的人，你是一个很傲慢的
自以为是一个高贵的人，你瞧不起我一个来唱歌的人。我就为了他，我又唱了一段，我看着他的眼睛唱，他都不敢看我。我那时候就发现，其实善良可以战胜邪恶的。他不敢听儿歌哎，可是整个人其实还是很害怕。基本上我结束之后，我下来我还在发抖，然后整个人心情是很紧绷的。然后结束我就跟他们说啊，我要先走了，马上就直接冲到巴士站，我就坐客运就离开台北。然后我在客运上还流泪，为什么？就是他整个情绪很复杂，非常非常非常复杂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好像你用你的身体去对直接面对这个社会的压迫跟复杂。就是你没有坐到那个位置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去体会那个感觉。可是你今天坐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其实那就是一个小社会。这个人为什么瞧不起你？他瞧不起你了，那放大而言，也表示这个社会是充满霸权的。包括国王石化为什么会盖，对这个社会、对这个土地的剥削。其实我在这么小的桌上，我已经感受到了。然后那一股力量让我复杂到我觉得好难过。我觉得那好像不是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才觉得说啊，原来这件事情是那么困难的，原来我们是那么小，小到可以被人家踩死。听讲伊嘛叫做马祖戏，唱在台湾的海边，亲像马祖的宝贝。有一天，一只白海豚啊，想要细汉活在海边，找无妈妈养袂离，找无。一寡厝要搬去，阿阮十外个人要去占倒位，要叫阮做去吃什？要做去吃嘛，无得搬，要倒搬。这是含饭碗不了了，也是听着脚手软了了。早暗要来都袂困呢，今仔日要来吃都袂困呢。几个人？几个人了？我含住我要搞起啊！我一个十外个人是要搞啥搞去？一个搞不好是要吃倒。就是我觉得我比较现在比较想要让人家去，一方面是思考你处在的这个大环境里面，然后你除了赚钱养家以外，那你身为一个人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到底还能干嘛？如果不能干嘛，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很想去理清。对，就是回到人自己本身，因为我发现真的社会问题，就是社会运动或社会议题，或者所谓的社会问题，其实回到根源都是人的问题啊。老实讲，都是人的问题啊。对啊，就是都是人去促成的，然后也都是教育去促成的，所以这根本上都是人的价值观的问题啊。那你要去讲人的价值观的问题的时候，他已经不是用批判的。我之前是往外在批判，然后能思考很多事情。可是我觉得该往回自己。我所谓自己不是我自己而已，是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的自己。对啊，包括这一块土地，对你站在这个土地上，这个土地是什么？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是没感觉的。对我来说，幸福有一个很大的定义，你的生命自不自在。对，你的生命是有些人。有些人其实你就好像动物一样啊，其实动物在那边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他很自在，或是他怎么样。可是我觉得有一些人，他虽然每天都以为他在过他自己的生活，可是他没有发现他其实是像一只被关起来的狗。可是你是在那个笼子里面找寻自己的生活，可是你一直不知道你被那个笼子关住。我觉得这个社会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的。然后那个笼子就是这个社会的框架所塑造出来给你的，然后你是符合这个东西，然后你自己就会在那笼子里面。你讲台湾是咱的母亲，但是阮却看无透